不管您处在什么领域，开发出一种令人振奋的新产品、新技术或创新，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想使您的创新商业化取得成功或保持市场领先优势，就需要对许多信息进行专业的研究和分析。这包括获得诸如有关专利、竞争格局以及监管挑战等方面的准确信息。纵观全局，从最初构思雏形到最终主导市场地位，都需要大量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由于个人专业的局限性，使我们根本无法靠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和预算内完成所有必要信息的分析工作。很多时候，您根本无法获得你所需要的关键信息。而这些正是内拉克的业务专长，也是全球众多创新者坚持选择经过内拉克验证的有关于科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原因所在。内拉克。内拉克是一个单一来源的供应商，在多个领域支持创新，包括材料科学、食品科学、工程、生物技术、制药以及医疗器械方面的全面研究和咨询服务。真正的创新并不是墨守成规，我们的解决方案更将是循势而变。内拉克能为您提供价位合理的个性化定制的研究和咨询服务，以满足您特定的决策需要。通常，我们的客户甚至不了解我们所能为他们提供的所有的服务。从分析现有的专利，到竞争情报简报，到监管事务的援助或独立审核意见，内拉克的分析专家都可提供及时的评估和建议，显然也是非常可靠并可以信任的。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因为自1966年以来，我们建立了成功的记录来支持那些世界上最公认的商界领先者。事实上，被商业周刊认定的 50% 以上的最具创新性的公司都曾与内拉克合作。从概念到商业化，您拥有这么一个可随时为您提供富有见解的可靠团队。内拉克，信息推动创新。您已经着手一个新的项目并需要解答棘手问题吗？请联系内拉克，只需一个简短的有关需求评估的谈话，就能让您了解我们怎样提供帮助。如需要进一步了解关于我们的服务和交付产品的样本，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谢谢。